来呀，哎，怎么你这里头了？啊，现在退回来，他现在设那个延迟，五秒钟之后才拍照。哎，你可以设延迟设高点，但是就是你看要退回去了，退回去了，你就要把它捞掉。兄弟，你看它升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把那个彩片拿掉就对了。你看它升起来的时候拿掉就对了。你看它升起来了就拿掉。升起来了，它这个就把它放上去了。它升起来了，去它在那个颜色，升起来五秒钟之后才拍照。就是中间有留个时间给你们，也就是说升起来手就坏了哈，升起来你就脱掉，升起来他马上就。